地狗不拉屎怎么办？泰迪狗不拉屎怎么办？可能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便秘，啊，比如像吃骨头啊，或者是喝水太少啊，或者是暴饮暴食啊，从而造成的便秘。那便秘的时候就会不拉粪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发现，哎，久蹲啊，没有办法去拉出大便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开塞露去帮助到它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，它拉不出，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东西要拉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它肠道真的水肿，痉挛很难过。像有的腹泻量太大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它一直这边拉，拉也拉不出来，只能滴1到2滴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是肠道水肿了，发炎了，啊，痉挛了，它不舒服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用药去给它平复这样的痉挛，去给它消消肠道的一个水肿。所以不拉的情况可能是截然相反的，要我们仔细去做斟酌。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把握得很好，还是交给医生会比较靠谱。小贴士：泰迪不拉屎原因是喝水太多、暴饮暴食、吃骨头引起，可以用开塞露去帮忙，只要1到2滴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肠道水肿发炎痉挛，需要去用药平复它的痉挛，消除肠道的水肿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把握好，还是交给医生会比较靠谱。